来，不要戳破，只有你们问他。Jacky， 你也可以问这十位女生，你想问哪一位？开始。秀慧姐好。哦，哦，是哦，吴亦邦哦。哎，我问秀慧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五年前。啊？你们有一段、啊。等哎。立后来，晚来临出力鬼。没有没有。半夜两点的时候，你打电话给我。后来。口口被架，吓到个咸懊悔。你讲什么拢袂呢？我打给你干嘛？你说你赶快来，我现在很需要你。对呀。你说我都湿透了。我都湿透了。你不要哭了，我这太后悔了，是吧？这一段我们还不太敢访问。我不可能，我发誓我不可能讲这种话。因为你公清澈，来，因为我以前在做居家装潢设计嘛。嗯。而且你家马桶漏水，老醉老醉，你要讲好啦！你凌晨两点呢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真的都很晚睡，就刚好回到家，看到哇，我整滩的水，然后因为我是楼中楼，你知道吗？我的上面的浴室漏水，滴到我下面的和室。哎呦，那时候还是 MSN 的时候，噔噔噔，对对不对？你敲他，我就敲他。哦，对，我就敲他，那他就留电话给我说啊，干脆用讲的，说你可以先来救我吗？我们家都湿透了，湿透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第二阶段，十位女生先闭上你的眼睛，好吧？聊过这一段，第二次心动。你是否改变了你心仪的对象，还是依旧原来不变？哎呦 ，OK， 这是他第二阶段的选择啊！如此坚定的男人，天哪，坚定哦，哪里找啊？对，就是他了，真的。好，十位佳丽，请张开眼睛，举起你的心动牌。如果你听完他这一段之后，有感觉，请举牌。哇，哎，这么多人，哎，你看他听，这是保时捷在作怪吗？是吗？是七家店在作怪吗？没有，经过第二次，我觉得就是他喜欢狗，我也喜欢狗，然后我不怕。你刚刚不是说这个要让给我吗？现在为什么要跟我抢？你这个假面人！假面人！假面人！不对。我挺他，是捏面人，不是假面人。还有坐椅子，有比较好吗？像没有啊。刚刚的 VCR 他一出来的时候非常像冯迪，你还不是保时捷？冯迪索就是因为那台车嘛，出來啊、像冯迪索。他刚刚如果出来是卡控门枪，你会要吗？我还不二锁嘞，冯迪索。其实我刚刚没有看车，我看着他是站出来的那一刹那，看他敞篷，雷波特关命关头有冯迪索的 feel。好，来这边，又是保时捷嘛，你看是不是？我觉得他刚才跟客户讲的时候很诚恳。好像很老实的一个人，然后还有就是我家也有养三只宠物狗，我觉得他的大狗可以带我的小狗。哎，你养三只宠物犬啊？啊，他那个獒犬刚好一口一口接一口，三只饲料，哎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月同日吃掉。而且他永远住在一起，住在哪里？住在獒犬的肚子里。那么我们最终呢有一个抉择，他有一个加分题。你带来什么才艺表演？我要想请秀慧姐跟我唱一首歌。哦，就找他，意思很明显的嘛，就找你耶，对，要找你耶，哎呀，刚都找你耶，他什么歌都会唱，爱情蒙利啊，爱情海星，可以吗？这个会唱吗？来来，两位来来来，哎呦，是有。你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想了。想嘛歹势，看到你我完全袂讲话，只好偷咧。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讲我每日较想嘛你一个，心情亲像春天风在吹，只好吃着一张爱情的韩式皮。完全来表达我的爱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让我坠落你无边的情海。啊啊啊啊！
谢谢。来，前后宝座，我想到了这个最后的抉择了，大家请把眼睛闭起来，好吧？看起来男主角有意思，要一次举十张，有这样的一个野心，不行。好，各位有心动的，麻烦请举牌。好的，一位、两位、三位，竟然高达四位，各位，请打开你的眼睛，开。好，七号。可惜了，配对成功了，配对失败，怎么会这样？配对失败。宪哥一直讲敖犬，我吓都吓到。一口一口接一口，一口一口接一口，都是我害的。不会了，不会，真的不会。狗真的好，狗的问题我等一下处理。你找的人家怎么会这样？他从头到尾都很明显就是秀慧姐啊，所以我们才放弃的。对啊，啊为什么后来又抛弃我？放弃的时候，笑看落花。的时候举杯相约，这样的心情，这样的路，我们一起走过。停。好，没想到一段相亲的画面会变成悲剧。找我唱歌又选别人，你假不戏假不戏，假假不老主计是不啦？而且我先说，我先说要不要放电给秀慧姐？对啊，还是我刚刚傻逼输掉不好，还是可能按来掉不好势，还是都有你去养？你搞我今天我叫我们放水。你的选择是对的，对，你的选择。你搞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既然没办法选上，好吧，带着你的回忆离开。牌子还我们，好吧？对，从后面，请回盘丝洞。谢谢。好可惜哦。拜拜。原本想应该会吧，那最后因为狗的问题有一点遗憾。那至于秀慧姐嘛，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她的艺人感觉有点高攀不上。情男厨师来袭，阿明达你得真爱，希望今天可以找到我的黑雪公主。黑小公主啊！黑牛带错小多久啊？不情多义，情会丢。黑小来黑小。你带来什么加分题？事务机嘛。对，事务机女生 MC 走之后都要稍微补一下。谢谢。好好喝哦！哇，他怎么喝完这个汤连有恋爱的感觉？